滞留锋面影响，20、21号各地大雨不断，气象局发出豪雨特报。农委会20号深夜针对南投县仁爱乡、新义乡、高雄市桃园区及嘉义县阿里山乡，共三县市四乡镇18村里发布土石流57条黄色警戒，包括南投县仁爱乡互助村、南丰村、新生村、亲爱村、春阳村、万丰村、法治村、精英村、发祥村、新义乡神木村，还有高雄市桃园区建山里、拉弗兰里、复兴里、梅山里、桃园里、晴和里、高中里、嘉义县阿里山乡十字村等三县四乡18村，地方政府应该要进行疏散避难劝告。而大豪雨地区包括基隆市、新北市、台北市、桃园县、台中市、南投县、云林县、嘉义县、台南市、高雄市、屏东县。这一次的对流包已经造成各地有淹水情况，山区有一些路段坍方，甚至野溪暴涨，造成中部地区有几处已经有民众受困。中央气象局提醒桃园以北地区，还有中南部山区有局部豪雨或大豪雨，新竹、苗栗及中南部地区也要小心局部大雨或是豪雨，东北部、东部地区及东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，要多加注意瞬间大雨雷击、强阵风，还有溪水暴涨坍方、落石，还有土石流，也请住在山区族人要多加小心留意，发生豪大雨时尽量不要外出。记者一岁8号台北市采访报道。